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上海博物馆内，一场特殊的拍摄正在进行。三维全息摄影，采集文物的完整信息，并依此建立超高清的三维模型。许多正常视角无法看到或者忽略的细节，将被一一呈现。大客鼎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顶高93.1厘米，口径75.6厘米，重达201.5千克。然而，它的价值并非由于巨大的体量或者古朴的造型，而是藏在内壁上这些神秘的文字。它们将引领我们阅读周朝。端庄美哉，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，充和谦让的心胸，淡泊宁静的神思，清纯智慧的德性。这本青铜铸造的书以赞美之词开场。一个叫做克的贵族刚刚接受周王的官职任命，而这项任命得益于祖父当年辅佐周王的功绩。西周时期的官职采用世袭制，青铜器上往往可见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，这种习惯正是出于礼仪的要求，所谓藏礼于器。鼎在周代是最重要的礼器，皇室和贵族常把重要的事件铸刻在钟、鼎等青铜器上，这种文字被称为钟鼎文，也叫金文。这些钟、鼎，就是一本本记载历史的青铜之书。大客鼎的内壁铸有金文290个字，这些字迹让久远的年代逐渐清晰起来。王说：“赐给你红色的祭服，赐给你野地的田，赐给你耕种的田。”还有土地上的奴隶。大客鼎的内容涉及西周官制、礼仪、土地制度，它是一本青铜之书。大客鼎除了历史价值，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。西周时期青铜技术精湛，铭文能够充分体现书法的笔意。大客鼎290个字，字迹清晰，典雅整瞻，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文字体。在铭文的最后，刻再三祈愿：天子的美意，祖先的恩泽，万年无疆，子子孙孙永远享用。但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期盼。大客鼎铸成不久，周朝衰落，春秋争霸，乱世之下，客的子孙又能去哪里安身呢？秦灭六国后，中国文字用小篆取代了金文。汉朝以后，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青铜的书页彻底合上，从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直到1890年，大客鼎在陕西省扶风县一处窖藏里被发现，人们才知道2000多年前有一个叫做克的男人，因为祖父的功绩被周王封了官，赐予了大量的土地、衣服甚至奴隶。在他人生的荣耀时刻，他感念自己的祖父，希望自己的子孙也能永远享受这份荣光。